主持演戏啊，跳了两次啊。我看到一个飞碟，在那边好像静止不动，好像静止不动。然后呢，那个飞碟底下好像那个，飞碟底下慢慢，好像打开了啊。这个打开呢，同我们那个我们平时见到的一个底盒打开或者门打开不一样，因为如果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到一个东西打开了，我还有一个门，比如说移到边上，或者在那边，它就一下子那个底就消失掉了啊，底就消失掉了，底消失掉了，那个飞碟的底消失掉，上面周围都在就下面不见了。然后那个底消失了以后，我们眼睛看见那个底没了啊，底没了啊，然后啊，突然一下子，轰，一下子的水啊，太阳里的水啊，咣，一下子就泄上去了，泄上去以后，然后，啪，一下子，底又合上了啊，底又合上了，底又合上了啊，一看那海水啊，就一大片就没了。就一下子就到飞碟里面去了，这个大飞碟啊，到了飞碟里边以后就，然后就对这个水晶过滤完了以后，搞完以后，然后再一打开，把海水还回来，海水就变成淡水了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好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